就位于长沙环道同钦州街交界。喺呢度咧就有示威者聚集。咁啊，呢一条钦州街一直扫过去，过咗西九龙中心咧就系深水埗警署。咁而家深水埗警署咧一路都系做咗一啲嘅广播啦，就系话现场系非法集结。咁啊，再唔离开嘅话咧，警方会用武力将呢度驱散。現場不停有人係踩溪錢。佢講緊幾多？你快啲先，快啲。咁我哋而家就係喺深水埗欽州街同長沙灣道交界嘅一個十字路口前啦。咁啊，眼前咧就有示威者咧係捉起一啲嘅三角鐵馬去做路障。呢度係深水埗嘅欽州街。咁而家咧見到有大概8000名嘅示威者咧，就聚集咗喺呢一個十字路口度，其實就係喺長沙灣政府合署對出。咁而啱啱咧，其實警方咧亦都喺前面深水埗警署嘅位置係作出過警告。同埋去到第三次嘅警告都，示威者都唔散開嘅話咧，就會作出驅散嘅行動。咁而家示威者就嗌緊11個慶賀佢老母。剛才是有示威者就話11個慶賀佢老母啦，咁而見到咧都有人係舉起呢個嘅美國嘅國旗嘅，係啦，咁而家嘅記者都開始上緊裝備啦，咁咧就喺遠處都聽到警方再次發出廣播。去講將會進行呢個驅散嘅行動。咁現場亦都有一啲示威者去講翻呢一啲嘅行走嘅路線係會比較安全。都有示威者在地下噴上一些字句的。好啦，剛才警方就話已經是第四次的警告，現場是非法集結。而家強調啦，係向現場時發出咗個正正式式嘅警告。长沙环道同钦州街交界，长沙环政府合署对出。今日就是有六区集会，深水埗原定是其中一个
集曲集會嘅位置啦。咁原定咧就係楓樹街球場，咁但係咧楓樹街球場今日係關閉啦，並且有至少一隊嘅防暴警察喺楓樹街球場位置。咁啊，琴日咧就有人呼籲大家攝衫，咁的確咧今日係多咗好多人係攝衫嘅，可以見到大家真係攝衫嘅。就是深水埗警署位置，刚才是讲第六次警告，要求他们立即上车，因为现场是非法集结。见到政府合署的门口的字有啦，似乎就不同了。咁刚才都系有人向政府合署的门口去掟一啲黑色漆。是深水埗警署對出，咁就已經係防暴警察嘅防線。有警察防線。係啦，咁喺西九龍，唔好意思，係深水埗警署對出。有已经是有防暴警车的防线，并且现在是推进紧过嚟我哋的方向。
我哋政府根據社會人士嘅認同噶。我哋政府要你講充分嘅時間，即係30分鐘嘅社會離開，而你哋離開，亦都係充分嘅空間嚟嘅。因為呢個指標要你哋重新考慮嘅方向，和平上班行人路。你哋喺30分鐘內處理嘅入邊。推進已經是去到宇宙街，警方防線由欽州街推進到宇宙街的路口，即是之前名將的地方。都有防暴警察。呢度是长沙湾警察处对出。地震源发出。你想前面，你想前面到哪儿？你想前面到哪儿？出去先，
我哋趁翻到嚟长沙湾道同钦州街交界，咁见到嗰边咧系桂林街，唔系，好似系再过即系深水埗 A 出口嗰边啊，好似系，因为同样有警方防线啦，就慢慢推紧过嚟呢一边。警方而家系三面夹击啦，就系从怡正苑呢一边啦，从太子嗰边啦，同埋从呢一个深水埗警署，即系南昌嗰边都有推过嚟呢一个长沙湾道同饮水街嘅十字路口。而家深水埗啦，系满地溪潮。深水埗太子嗰边过嚟嘅警员啦，似乎好快就能够嚟到深水埗长沙湾道、长沙湾政府合署同埋饮水街交界嘅呢个十字路口啦。咁啊，当佢哋都嚟到嘅时候咧，呢个三面包围嘅情况咧就非常明显可见。警方是沿着钦州街殺去嘉頓方向。清理緊喺福華街同埋飲酒街交界嘅一個路障。警方而家嘅位置咧，就喺飲酒街黃金對出。
繼續嘅。我哋過咗啦。我哋而家嚟到欽州街公廁啦，接近。好啦，面好。就翻去圓洲街。看到他們的防線現在是除緊豬嘴，並且一部分的警員是上緊警車，現在有點曬多，找個好一點的位置先。這裡就是圓洲街和欽州街交界，就是欽州街公廁外面就有警員的防線，再上一個路口已經去到加頓了。警方防線再慢慢後退，我看到其實今天的警員相對來說比之前都非常克制，剛才更加是廣播的警員更加是說話是六次的口頭警告。那裡呢就有名的男子和警員有些爭拗，就是關於通道的問題，為什麼不可以走這邊的問題。那警員的防線剛剛就退了一個馬路位，這樣有很多有些街坊還是不要叫人曱甴啦，阿 Sir， 人家曱甴你是什麼？人來的，人來的，嗱，全部聽住啊，全部叫人曱甴的，現在的差佬，什麼叫曱甴啦？蒙住面就可以立亂叫人啊？人來的曱甴你是什麼？是屎啊？是垃圾啊？剛才先說警方好像稍微表現得克制了，但是呢當一些口角發生的時候似乎就未能夠維持他們的情緒。你們叫人做垃圾嘛？
警方而家系上紧警车。系因为其实今日都听到啦，佢警员间嘅一啲对话咧，其实都系话形容一啲在街嘅市民为曱甴。啊！呢度再次系安全岛 U turn， 同时有车通行紧嘅。咁啊，呢度交通比较险峻，元州街同埋钦州街呢一度啦。其实咧，加顿嗰边一直都系有车转右入由元州街，咁但系警方咧刚才就系喺呢一个安全岛 U turn 啊。咁啊，呢个交通险峻。大家如果出街的话都可以注意下这个交通路面的安全。大部分的警员现在都是上了警车的了。这两架其实就有没有一些警方的标记都不肯定是不是警车，但知道是政府车。刚才就是安全岛要停，我比较庆幸就系刚才嘅路面冇发生一啲交通意外啦。雖然欽州街呢一邊近加頓前線嘅一啲警員已經上翻警車，但係十字路口嗰邊咧，即係長沙灣政府入處對出嘅警員防線，似乎都仲係未離開。深水埗地鐵站啦，喺琴晚啦，咁港鐵已經係公布咗唔會開放噶啦。係啊，剛才啦，即係想表達啦，今日嘅警員一啲清場行動啦，都非常克制。尤其是在警署入面的警员，他们做广播的时候都说，根据他自己的讲法就已经是用了半个钟，还有分别有六次的口头警告去呼吁现场人士离开。但是就去到后面，因为呢警方就称一些在街的市民为曱甴，然后呢就引起了一些口角。咁啊，嗰陣時就見到警方嘅情緒咯，就似乎都唔係最如此的克制。係啦，咁啊，可以講下今日呢個示威者啦，喺呢一個長沙灣十字路口呢度做過啲乜嘢？咁啊，主要咧都係噴漆啦、殺溪錢啦，同埋捉棋一啲嘅路障，就係咁。内食咯，而家竟然系仲有铺头起山，全數的防暴警察就上曬警車，咁又駛翻去呢個深水埗警署的方向。咁你見到過程咧，其實防暴警察咧嘗試進入一啲鋪頭去拘捕一啲黑衫嘅人啦，咁但係就唔成功。咁多數商鋪都係落閘，然後就警員就離開。
我大概補充一下啦，就係喺呢個十字路口防暴警察進行清場嘅時候咧，呢度係長沙灣道同埋欽州街交界。咁其實好多記者咧都係跟住呢個防暴警察嘅防線啦。咁但係我啱啱本身咧就其實都跟緊其他行家嘅。咁但係就被防暴警察猛力咁樣從左邊撞埋嚟啦。咁就撞咗落去一個鋪頭嘅鐵閘度。咁但係好彩我下盤夠穩，咁就冇事。係啦，咁但係就見到有幾個記者咧都被撞跌咗喺地下嘅。係啦，咁啊呢個就係我哋同事剛才經歷過嘅一啲事。咁啊，冇幾耐之後啦，就警方而家都上咗警車，並且打算係離開呢個十字路口噶啦。咁啊，因為剛才咧就話擺翻一啲嘅防具入袋，就同事就同嚟大家交代翻剛才喺呢個深水埗發生嘅一啲事先。咁啊，暫時喺我哋視線範圍啦，似乎就冇。截停或者拘捕啦，系嘛？咁就冇啦，冇啦，系冇。而家呢个警车咧就慢慢向翻原南昌方向。咁我哋咧就刚才啦，我哋嘅视线范围啦，似乎警方未能拘捕任何人士啊。咁啊，根据我哋同事讲啦，咁就话咧有啲嘅人士似乎系进入咗一啲附近嘅商铺，咁商铺之后落闸啦，咁啊，警员就冇办法去拘捕一啲喺商铺入边嘅人士啦。咁啊，然后我哋而家咧就停留咗喺长沙湾政府合署对出嘅一个十字路口，咁就见到而家路口各处啦都有唔少人系聚集围观。地下都是散滿溪錢，咁呢啲嘅溪錢啦，就係喺小偉姐仍然逗留住喺呢個長沙灣道嘅時候殺嘅。咁啊，仲有呢啲嘅鐵馬啦，啲係鐵欄啦。咁剛才都係小偉姐拆嚟做路障。咁但係其實警方咧，佢用鉸剪剪兩下啦，其實就已經可以成功拆除呢啲嘅路障噶啦。咁啊，而家警方已經全面撤離呢一個長沙灣道，現場情況啦都開始回復平靜。咁啊，欽州街啦，都系通车，长沙环道都系。系啊，唔该啦。系咪差唔多可以 cut 先 ？cut 咗先，我要 send 出。好，咁啊，我哋停留喺欽州街长沙环道嘅呢个直播就可以暂停先，就阵间再为大家报道啦。咁大家有闲事就可以放，咁我都唔紧要，大家拜拜。